如果四季轮回还想漂泊，如果湖水清澈倒映着我，如果天空广阔总不寂寞，只为远方自由湛蓝的王国。大家都说，我的声音像阿拉蕾，而且我长得也很像阿拉蕾。啊，大家一听见我的声音都像看动画片。我想问一下你，你这歌是学过还是怎么着？学过。我觉得唱得不错哎。你还会一点别的什么吗？会、啊。你说我听听，会些什么？钢琴、画画、乌克丽丽。你怎么会这么多呀？小时候第一次是先开始学钢琴的，然后慢慢的就是喜欢唱歌。在很小很小的时候，我妈妈车里有一首歌是伤不起，然后第一次就会了。就这歌是吧？对。算，这歌跟你那个刚刚唱那歌相差甚远。你这样，你给叔叔来一首尤克里里好不好？好的。好，来把那个尤克里里给他拿上来。我女儿也有两个这个尤克里里，我也得让她学学这首歌，让她唱，给她玩吧。对，弦已经快给掰断了。没关系，我的壳里面有一套备用弦可以给你。谢谢。你会不会打快板呢？快板？我为什么要会打快板？就像这个，说了个小伙叫马二哈，清晨早起把胡子刮，左手拿着个小镜子，就把这剃头刀子拿，刷上了肥皂刚要刮，有只苍蝇停在他的鼻子尖上来回爬，马二哈痒痒的受不了，脸上的五官挪位值班加，那苍蝇就像进了溜冰场，觉得脚下直打滑，苍蝇实在待不住，只好把翅膀一扑了。